八八六十四的小组群们要走进校园啦！如果你学校有八八同学，话记得听清楚咯。篮球、羽球、游泳、武术校队，或者是很优秀的运动男拳女神，戏剧、相声、成名、二十四节令鼓，还有影视拍摄的才子才女们，制服团体、同军、学警、救伤，或者是生活技能学会的高才模范生，歌曲创作管、弦乐团、现代传统舞蹈，或者是唱歌跳舞很厉害的学长学姐、学弟学妹们，快来告诉我们吧！我们要找你们拜师学艺，交流。